Hey, 各位亲爱的视频观众朋友们，李斐今天的 vlog 会跟往常都不一样啊！今天来参加我好兄弟 Jack 的婚礼。我们从尔湾和平常活动的洛杉矶一带，到了洛杉矶东边内陆地区的一个非常美好的城市，叫做 Temecula。Hello, thanks for coming. 今天真帅，今天是最帅的，是吗？谢谢。Ivy and Jack have invited you all here this evening to witness and to celebrate this public declaration of a commitment they've already made in their hearts one to another. Today, I give myself to you in marriage.Today I give myself a marriage. I promise to encourage and inspire you to laugh and cry with you. I promise to love you in good times and in bad. I promise to cherish you and always hold you in highest regard. These things I give to you today and all the days of my life. Jack, would you please put this ring on Ivy's finger and repeat after me? Okay. With this ring, I give you my heart. It's a symbol of my never-ending love that I pledge to you today. With this ring, I give you my heart. It's a symbol of my never-ending love that I pledge to you today. No longer two, but one. And what has now been joined together, let no man ever separate. By the power invested in me by the state of California, I now pronounce you husband and wife. You may kiss your bride. All right. My pleasure now to introduce to you Mr. and Mrs. Jack and Ivy Lee. Thank you. Thank you. Wow. Love you guys. Congratulations.
美女们。Hello。脚镜头离我远一点。我也要来拍 vlog 了。Hello。Stephanie。Hello， 大家好。我之前在 vlog 里面已经宣布过了，荣誉回归。谢谢。我们的西区女华又回来了。I wish you have a daughter. Secret daughter, you don't know it. Mama, no. Oh, mama, no. Oh, sole mio, san from cha te, san from cha te. Woo! 今天真的很开心，我看到了好多没有好久没有见的朋友，好久没有见的家人。能跟大家一起庆祝 Jack and Ivy's wedding， 我真的很开心。如果用东北话说的话，就是乐得找到北了。听到 Jack and Ivy 订婚的时候，我就两个反应。第一个反应就是，16年了 ，It's about damn time， 是时候进入人生的下一个篇章了。还有一个反应是，怎么才16年啊？我感觉这俩从 kindergarten 幼儿园的时候就在一起 dating 了啊，对于我们一起长大的很多朋友们来讲，认识20年的朋友来讲 ，Jack 和 Ivy 早就是一家人了，他们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是吧？然后你比如说生活中的点滴中，如果出去吃饭 ，Jack 来了 ，Ivy 没来，我们就会问 Ivy 呢 ；Ivy 来了 ，Jack 没来，我们就会问 Jack。你不是像我，我如果去的话，他们顶多会问 Felix 钱包呢，对吧？所以说，这种在生活中的点滴的相濡以沫，才是真正让人羡慕的。如果说一定要让我回想什么画面的话，我觉得可以 flashback 到2006年那个春天的故事，啊，就是在我们中午 high school 吃饭的时候，我们在那个 Mr. Gerard 的那个数学的教室。就是在这么有一天众目睽睽朗朗乾坤之下，两个即将要成年的未成年人就抱在一起了。我跟他们很熟，但是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具体什么时候开始的，但是对于我来说，那一幕就是今天晚上爱的火苗燃起的瞬间。然后作为伴郎，我想主要的首先的夸一下今天的男主人公李孟德先生。Jack 现在所在的 R1KW 王牌的地产团队，李斐先生的视频里面曾经有一句话是这么赞赏 Jack 的，他说他是一个拥有nice 基因的天生暖男。我借用李斐先生的话，我认为他的评价非常贴切。
如果让我用更加贫乏的语言去赞赏 Jay， 我认为他是一个在情感中心里只有爱意，但是在生活中对待朋友、对待同事、对待亲朋好友眼里永远有别人的人。眼里有别人是多么的难，而且长得那么帅的人通常眼里只有镜子。那么他因为他眼里有别人，所以呢他在我们朋友中他像一个 glue， 一个调和剂量的存在。我们很多认识十多年的朋友出去吃饭都会先发短信给 Jack， 你能叫上那个谁谁谁吗？你能跟那个谁谁谁一块来吗？所以 Jack 是我们朋友圈连接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那个重要的齿轮。今天更是因为有 Jack 的存在，我得以见到很多认识十多年却有很多年没有见的朋友，很多好朋友。也我曾经跟 Jack 讲，我说如果情商是一门学科，可以给你发博士后文凭。 Jack 跟我说博士后和皇后不都是女的吗？然后对于我个人来讲，因为我一直住着和 Jack Ivy 比较近，我是最受益的那个人。对于我来讲， Jack 就是那个行走的 Wikipedia， 活灵活现的百科全书。喂 Jack， 我的车胎爆了，你知道哪里可以修吗？喂 Jack， 我们家sink 堵了，你知道谁可以上门帮忙吗？大到个人情感工作上的问题，我都会第一个想到找 Jack 和 Ivy， 他们总是不厌其烦地用理事幽默吹式诙谐为我排忧解难。虽然我知道哈，他们一直想搬得离我远一点，听说最近在装修房子啊，但是我想说能够认识这样的朋友三生有幸。然后夸完了 Jack 的为人，我要讲讲他做事儿，特别是在做了地产这个行业以后，他的敬业真正的震撼到了我。我想说的是，用我们朋友美仙的话讲，干活老细了。自从他做第一年做 agent 的时候一开始呢，我就不记得有和 Jack 吃过一顿完整的晚餐，永远是我们点完菜呢他就离开座位，精雕细琢的去回客人的短信，回客人电话，直到买单他才回来，因为买单的时候我会 make sure 他会回来。演讲的最后，我想我还是想要装一把文化人，因为毕竟啊，新郎新娘和我还有很多在座的同学们，我们都是毕业于世界名校罗兰 High School 的。所以呢我就想说这个结尾的地方要有点格调。李孟德，孟德二字取自于曹操曹孟德，我今天就用曹孟德祝酒歌里面几句耳熟能详的词赠予李孟德。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成瘾至今。我胡乱翻，但是应景儿的在今天这个场合翻译成白话文，我认为应该是这样说的：青青子衿，青青的是你的衣襟啊，
悠悠的是16年来相濡以沫的心，但为君故，因为你们俩有彼此存在的原因啊。成瘾至今，让 Jack 和 Ivy 和我们大家一起思念、陪伴到如今。新婚快乐，崔玲婷、李梦哲，新婚快乐，朋友们，16年的青春，请大家举起手中的酒杯 ，Please raise a glass again， 敬过我，敬明天，更敬属于我们，属于新郎新娘，也属于我们在座每一位的此时此刻。Cheers！ Cheers！不理我，不理我。